这一次的快筛试剂的发放，是我们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特别针对我们原住民55岁到64岁这个年龄层的我们的族人哦，提供每一个人5剂的那个快筛试剂。然后我们收到这样的一个试剂以后，我们就透过我们市府的分工协调哦，包括民政局、卫生局哦，都针对这个案子都提供了相当的协助。然后我们高雄市一共会受惠的族人有3509人，这次发放的试剂一共是17555剂哈。我们预计今天透过我们的中华邮政股份公司的快捷哈，送到我们各个区公所，然后由区公所透过里政系统哦发放到我们各个原住民的家户。这样的一个试剂的提供，其实是我们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对我们原住民族人哦特别的一个照顾。我们希望族人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哦，就是踊跃的去领取，也希望把这样的试剂在我们防疫过程里面，自己感觉到身体有些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善用这样的这试剂哦来自我检测哈，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中央针对于我们本市55岁到64岁的原住民朋友，有发送每人一盒，就是5支的快筛试剂。这样的部分，针对如何配送的部分，我们高雄市是透过各区公所的里零系统。那今天会把这些好的那个筛剂送到各区，那会由各区它去统合运用。那会联系我们每个区公所都有一位原住民的承办人。如果量少，平地区的原住民如果人数不是很多的情之下，我们的那个原住民的承办人他会联系当事人来公所领取，或是我们透过里干事把它配送到家户，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去联系。那针对于3个原民区比较密集性的。好，那会由原住民区的那个三个就桃园、那玛夏跟茂林区，他们区公所会统筹来运用，来通知当事人来领取或是配送下去。机会透过这样的场合来，首先是要谢谢我们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特别针对我们原住民64岁到55岁之间的我们原住民，提供一个人5剂的这样的快筛试剂。然后我们高雄市一共有3509位我们的族人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措施而受惠哈，总共我们要发送的试剂是17550剂。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样的一个配送的方式哈，将配送到我们各个区公所，也谢谢民政局在这样的一个发送的过程里面，会透过我们的里政系统哦，就由我们区公所跟就是逐户的发送给我们族人，也特别谢谢哈。我们相信透过这样的一个快筛试剂的提供哈，会让我们的族人在这样的疫情还是仍然紧张的这样的状况之下哈，透过这样的试剂，可以让我们的族人在他身体稍微有点感觉有点不对的时候，就可以主动的去筛检自己，然后筛检让自己可以在这样的疫情严峻的这个状况之下，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自我检测的一个机制。我们真的要非常谢谢中央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政策哈。我们也谢谢邮政总局哈，等一下我们就会透过这样的一个发送过程，透过他们的快捷哈，在今明2天都可以送到我们区公所。然后我们相信在区公所的这样的一个发送下，可以如期的哈发送给我们需要的族人。最后再一次谢谢在这个过程里面协助我们的邮政总局、民政局还有卫生局，谢谢你们，谢谢。一早也马上调配我们今天出动了3部车子来全力支援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活动哦。那邮局是大家的呵护兵哦，有什么紧急状况，有什么需要援助的地方，我们邮局一定会全力配合。
哎呀！